还是有听到的。对，我们嘉南羊乳那一桌真的吃得很认真。哎、欸，摇滚区讲个加点精力一下。摇滚区一边很认真的吃之外，还是要一边看着台上。对，好不好，而且还嘉南羊乳的，你看看。好了，先让大家好好的吃。接下来米粒，我们接下来呢，我们前面都要带一些比较轻松的歌曲了。对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也是一首非常甜蜜的歌，叫做《谢谢你爱我》，送给各位，也送给我们今天幸福的新人。谢谢，只有我们一位那个帅哥帮我们掌声鼓励而已。啊，可以再多一点吗？还是我们女方的亲戚朋友？要不是你在我身旁，我不知道那些日子该怎么坚强。还好有你的夜晚，要不然我早就已迷失。要不是你给我力量，我不知道该怎么独自面对月亮。还好有你的陪伴，紧紧地抱在你的怀中更勇敢。谢谢你爱我，也是献给我们这个幸福的心。哎呀，我们。